来，王福涛，再下一盘。下一盘就下一盘。哭了别哭啊、哦。不会的，那我就先走。走。当头吧。干嘛跳？什么？出局。我也出局。你也出局啊？清风马。请兵制马。过警局。警局过河。哈哈，我上马。来，我也上马。我再上小。省局。嗯，是我马来呢，来。平局站来。哦，不吃我马，白提的是。来。进中兵、啊、你咋不吃双外呢？一吃双一个工兵，哎呀，工兵平局，嘿，听吗？吓得跑。进兵过河，嘿嘿，我可不不管你。哎，是，我还是不管你。咋的？平局，将军，咋办？哎，那我上来。你看我这吃开玩笑的呢，拆掉，嘿嘿，赤子攻杀，哎呀，你害不？马给你像，马再打掉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吃吧。这次就打到我的日期没得了吗？来，出去。平局，哟，跟我对局啊！哎，这上对就对枪。将军，来上。什么？上马。嗯。再吃。猜了，就要让你猜呢吗？将军，下来，好好干的，将军，嗯，高兴的你气都接不住了，你看你，上来，这样吃就服我就行了吗？将军，我就再下来，嗯，来，吃跑。咋办？进炮！将军，咋办？嗯，你害不？上士，就这么办。再吃炮！嘿嘿嘿嘿嘿嘿！拱兵，你真敢拱吗？嗯，这有啥不敢的？来，咋办？后拉马，吃炮。哎呀，咋办？平兵，好吃掉，咋办？哎呀，咋办？哎，吃局，局打掉，投降算了吧。哎，我这吃开玩笑呢，你不是？不投降还早呢，进兵过河。不投降，来。哎呀，不投降就把他吃成光蛋蛋。进兵。不投降，会吗？大兵兵。我也大兵。将军。进来了吗？
边。大骂，嘿嘿嘿。躲了，不理你。今天打掉。我的笑怎么用什么心往芝麻铺那上？金兵，金兵就金兵。什么？你给我好好说啊！来回嘛。你看，吓得跑都跑不得嘛！哎，上嘛！这是一种战略。战略，你给我好好战略战。什么？还战略？回死啊！嘿嘿嘿。回吗？死。咋办？咋办？回吗？腿跑。你给我后悔我走。哼。回马，出来！上马，上马，嗯，上校，回马，哟，踩爽了，嗯，我想不要，你跳起来的，想不要我就给你吃，一个马能把人踏死吗？再小呢，一个马能把人踏死吗？上马，上来，脚都不让你带。上马，哟，还脚都吃跑呢，来，我啥子看不来。皮皮，我再飞小，哼。骑兵，你看三个小兵手拉手。我再会嘛，你十个都下不来嘛，几个小兵能做啥？将军，又不是能下来，又不是能下来。敲马。哈哈，我怪都不怪你。骑兵。上马等。骑兵，哟，烧死啊？咋的？滚！哈哈，滚下来能咋的？能咋的？滚下！上马？咋的？咋的？平平。拼兵就拼兵吗？冲冲冲！拼兵，冲！看谁的快！咋掉个呢？咋掉？将军，哟，下来！平平，哎呀，坏菜了！赶快一炮打掉两个兵，哎，我就不伤心，咋的？是你滚，错失良机了你！打掉一个，那攻掉再拆掉一个，咋的？哎呀，兵战花心，走，看你往哪走！哦，不攻炮！啊，对，上当了！哎，斧头啊！来下一盘，我送你的捧花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事情呢、啊！我送你的捧花，来下一盘。下一盘就下一盘。走，我走个仙人指路。仙人指路，来，我出的炮。中炮。中炮，来，我再送炮。中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这炮不轻发吗？你发过来你就输了你。哎，来，我上射，你看。来，我上下。上下。嗯。来，上马踩炮，你看，
这不就抢占先手了吗？腿炮，我不理你。你不理我，你不理我，你还说居然又是先手，这是炮不轻发吗？你，我上马。来，我跳个边马。我再上马。你再上马，我滚！哎，你敢滚吗？你滚掉，我打你马！继续跳马，咋继办？续跳嘛！我先吃你的炮，咋办？你说咋办？平个鞭炮。拼个鞭炮，我再滚，你看这棋多厉害了！厉害，那也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嗯，看我怎么赢你。哎呀，来，我现在拆中炮，咋办？上市。你看，我一上校，这棋公公正正，哎，出局。你看，你现在才出局嘛，我两条大车都出来了嘛，你才出局，来，进局。锦兵。进兵，嗯。来，你看，我再升雄和车，全面控制你。跟你对局，哟呵，跟我对局啊？对局就吃了吗？我还怕跟你对局还？吃了你就上当了你。嗨嗨，我可能上当呗？再吃啊？你看，步步抢占先机啊，我是。退吗？你退我进，咋的？再出局，再出局，哎，我这叫进炮压住你上野，哼哼。架个中炮，架个中炮有用吗？我上马就是日蹄子嘛。哎呀，平炮。你看，你就吓得又跑了嘛。这叫战略转移我啊！再回来，平炮，哟，炮给我止住了，看你咋走。看我咋走，我就不管你，我就上马就行啊，咋的？踩你中象，你咋办？警炮。对呀，你挡都挡不住，来，进左。哎，他吃我炮咋办呢？你吃一小下，心点啊、哦！你吃一下，飞个面相，你敢吃我炮，我是被狗敲死你！你还敢吃我炮？你这小伎俩我还是能发现的。还我的小伎俩，让你发现不了的。我再回向。你看，你就飞来飞去的嘛，我再过来。我再飞向，我再过来，哎，我就叫你多飞一飞。你这不撵着吃吗？我再过来，我看着怎么办？你变不变招？我下士，你这不哟，耍赖吗你？变招了！哎，我打你的炮，咋办？警觉！哟呵，还保住了！哎呀，来，吃，怎么办？炮去哪？炮去哪？炮走不了了！我吃你的炮，哟呵，哪也你吃咋我的办？炮？那退一打马咋办？
炮给你吃了。哟，真吃我炮？嗯。那我打回来不就得了吗？进中兵。进中兵。我进这个兵。吃。我给你上了，嘿嘿，咋的？来，我上马。上马。嗯。你上，我再跳马，还想偷吃我的马，可能吗？进局吃马。嗨，我也吃啊。再上马，再上马，我马我不要了，你吃去吧，你吃，我就让给你吃。不要我就给你吃了吗？对呀，我不把这个给你打了吗？进兵过河，进兵过河，进炮日，进日炮。进去，进去，来，我再吃你马，走不走？堵了，我再进炮，走不走？加个中炮，加个中炮，我哥们不管你，哎，你想加中炮就加中炮，我先吃你马。平局，那还看住了？看住，你咋吃？我倒挂象，咋的？平兵，那还要吃我的象？对，我出来，你能吃上吗？你看呢？日不就给你化解了吗？我先吃了再说。你先吃了再说。嗯，嘿嘿，这我就不管你了，哎，将军，将军，我进来，你有啥招？你有啥招？来，平局，将军啊，看见没？落下，落下，来。跳马，吃你狙，我狙进日，你给我咋吃？你给我咋吃？上马，我打你的上，哎，你敢给我上？你给我上一下，行不行？哎，我管都不管你，将军啊，哎，炮你胆啥？你看看我的上士，让你尝尝我的炮你胆啥？将军，再下士，哼，你看，再打，哎呀呀哈，咋办？把你吃成光蛋蛋了，退马。斧头我自有妙招。哟，踩我双啊！这回马金枪啊，这是。看好了你。哎呀，我拉住你，咋办？哎，绝杀无解。哎，这个去，我回一下，我不拉住你。落子无回。你咋这样啊你？哎，王斧头，咱们下一盘。太菜了，不跟你下。哎呀，还看不上我呀？对，来来来，我下不行去。这么高白的茶叶，你如果行了，我送给你。行行正走。哦，不许耍赖啊！行，让你先走。我先走，对刀突破。上吧。拔马跳。屏风马。出局。看，我也出局。哎，进兵。
我也去。上马。浸泡不喝。嗯，来，我喝头孢嘞，我就跟你换兵。来，哎呀，这是打叫呢，说个事去。打，我又不是怕人。打叫甩狙呢。我根本不怕，来，最甩牛了，是不是？他一打我就放这，嘿嘿。起码打你反将，你把人家狙，你也吃人家狙呢。出去。上马。徐老炮，打狙，打狙，中炮射掉，把狙给打过去。哦，打狙呢？打狙。先不打，先不急。我放过他，他也放炮了，知道吗？对了，他放火你就上马，上马子打，这不他的马不丢了。不管，出去。进去。上上。进足过河。哎呀，攻就攻着嘛。这，打死他。哎，不用怕，哎，来，放马过来。啊、平炮，看怎么样？放马过来，小吧。哎呀，这个气球，我跟你说，进去吃马去了，吃死马去了。你先吃这个死炮干净。哎，吃它干啥？来吃，我又不是怕了，上个相就行了嘛。来吃你，上相，上相，真的上相。哎呀，回马不好啊，踩炮踩狙。哟，丢这个，他不丢了吗？丢了。来，走一下，踩吧，等等。踩了，你做啥呢？你狮子不急撤，先不急。那跑掉了，都烧焦了的呢。平炮，小伙子，我跟你说，公马他咋办？那回了吗？那咋办？小伙子，招是咱哥去那以后，那也再躲一下。来，哎，对，他去哪？上兵马了。叫个兵马。哎，行，走哪去？哎，他这个不死。他死不死？是我的炮，踩炮。平炮。哎呦，蒙弓，上马踩住，再来。哎，不行，不敢踩。好了，啥也没做上。忙活了半天，啥片子都没占上。我们是围而不攻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整个啥呀？一狙啊！为啥要一狙啊？我现在吃他白吃他不行吗？他交狙了。什么？吃掉这个踩掉，再怎么踩狙啊？嘿嘿嘿。退回来，给吃掉就把那个炮给，哎呀，这样的，我都知道，我就再吃。嗯，死掉了，踢破了，我那我记起了。平车。哦哟，还有这招，吃掉吧，吃掉那不背弓啊，蒙弓蒙死了，哎呀，这次走的臭，一个都没捞上。记住。放马踩狙，走了半天，我看你忙了半天，啥都没做。狙退一，哎呀，炮踩掉。对，上像这不狙打死了吗？他去哪？你告诉我。打，这样的这样不行啊。啊？踩狙。还能走这里啊？准备踩掉。踩马打狙，又咋办？那进来吃就行了嘛。狙进一，哎，马踩掉踩狙啊！对我先踩狙的呢，这就是先手，对。踢狙，不要了，倒回叫，倒回叫。马回来，马丢掉了。打回叫也正好的。打回叫一开炮，要出炮的叫啥？哎呀，他这个马就不要了嘛。出狙吃炮。不行，小伙子没胆识。哎，这个马也给你吃。我不吃鸟。哦，红掉。我也吃一中鞭，上弓了算了，该皮炮，皮炮咱炮皮掉，没有，对，下来这个皮炮准备下地，上吃掉了，上吃掉了，不要吃象，不要，平去，你先把象给拱了也行呢，哦，行，要不然你看人家吃象了，你再拱一个士也行呢，来，再拱一个士，哎，行，再拱一个士，将军，来，兵给你士，倒挂象，哎，行，别让人家吃掉了。不能听别人的，听别人的。来，放着。哎，没有，放着他走不掉啊。没用。哎呀，狙给他封住，别人狙出来了。甩狙的嘛，就说你想，我很。吃吧。将军，哎，现在给他拴住。将军，人家把炮吃了。
进去。他吃香的很，对不对？来，不行，破风过。哦呀，你撑着也行，反正得开始行动。上校，封闭，封闭。先别急，先吃嘛。人家吃这个了，哎呀，吃嘛吃嘛吃嘛的，光知道吃呢。将军，哎，对，将军，抓着他，将军也行。那我下士，打了。来，用锯齿，用锯齿。哦，用锯锯锯，行行行，反正打了好啊，哎。打了你在吃锯呢，吃兵。叫啥呢？通炮，蒙弓，哎呦，蒙弓看不见。哎呦。对，吃他，吃。蒙弓就吓死的，这蒙弓，头都中掉了。什么？叫回来打。不打打没用，不是啊，将军将军杀一叫劈头就叫死了啊，人家直接杀士了，知道吗？靠不了气啊，再拦住，人家直接把这个哦，他吃我吃不动，拿去带小心嘛，我就一直跟住他，嗯，继续乒乓，不行就挡住啊，就挡住，哎呦，你俩自己多厉害，再乒乓，搁破挡，抓点，行不行？啊，破挡，行行行，不然。把他挡不住了，还说的还挡不住了，不然常吃犯规了。平局，你还不敢吃？哎呀，破不要了，吃了，僵死了。破不要了，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吃他，怎么这么窝囊了？哎，现在把炮给你吃了。紧追吃炮，紧追吃炮。哎呀，别急，别急。这波让将军你还得回来吗？有船吃头了。等等，我想想，退。我想一想，等等，别急。退。退是退局啊。退个炮干嘛呀？退炮不就是赢了吗？嗨。退局打得多好，还是退局占面子也好，一样的效果吗？平局，哎，把那个给吃掉。哎呀，他不让我站中，把那个卒给吃掉。吃炮，哎，夹住炮了，哎。狙击一，夹住。哎呀，吃不上、啊，哎，也就出溜的跑着呢。吃你，退，没关系，直接退回来。进炮，完了，吃，完了，吃不上，吃头一将，那这一将咋办？一将就是将嘛，成个士嘛，咋呢？来，先叫啥？上士，都吃掉，你叫啥呢？啊，将军，卖事，上士，卖事，再将。都挂式，上式对，都挂式。现在还没骑了，他还就这么舒服了。来，继续。将军，哎，拴住吃死他。你吃不死啊？平局，他就别动了嘛，他看着嘛，他别动。哎，这车好了。吃你来。哦，行。咱出去，我跟你说，哎。哦，是个兵。将军，将军开始。对，将军。说的还让他走，下士，再叫，中间叫给叫，中间叫，他又平炮了吗？有啥用啊？退局，你吃兵，将军，出去走，出来，哎呀，现在歪了，将军，这事啥去？对局嘛，这事啥？来，再叫，啥下士？姜没用，姜咋没用啊？姜完了你还得走，不然人家姜死你。没，不管他，兵吃掉就行了。你姜给就他上士不敢上。得活下一个兵，不活。他上士不敢上，他只有跌破汗。将军，不活一个兵不行啊。进去了啊。再将，就盖上，吃他。嗯，局拴去了，能行吗？四九九了。来，是给你吃了，现在咋办？能。没有。再吃，看你怎么走。将军，哎，能放上吗？啊，能放上吗？嗯。将军，完了。失掉了。走，你走。你走，看你怎么走。你走啥呢？哎，王副总，咱们下一盘。太菜了，不跟你下。哎呀，还看不上我呀？对。来来来，我下不行去。这么高，把这茶叶，你如果行了，我送给你。这走。哦，不是茶来啊。行，让你先走。我先走，对刀突破。上吧，拔马跳，屏风马，出局，看，我也出局，哎，进兵，
我也去吧。上马。浸泡不喝。嗯，来，我喝头孢嘞，我就跟你换兵。来，哎呀，这是打叫呢，说个事去。打，我又不是怕人。打叫甩狙的。我根本不怕，来，最甩牛了。是不是？他一打我就放这，嘿嘿。起码打你反将，你把人家吃，你也吃人家吃呢。出去。唱嘛。徐老炮，打狙，打狙，中炮射掉，把狙给打过去。哦，打狙呢？打狙。先不打，先不急。我放货，他也放炮了，知道吗？对了。他放货，你就上马子打，这不他的马不丢了。不管，出狙。进去，上上，进足过河。哎呀，攻就攻着嘛。这，打死他！哎，不用怕，哎，来，放马过来。平炮，看怎么样？放马过来。小吧。哎呀，这个气我跟你说。进去。吃马去了，吃死马。你先吃这个死炮干净。哎，吃它干啥？来吃。我又不是怕了，上个相就行了嘛。来，吃你。上相，上相，真能上相。哎呀，回马不好啊，踩炮踩狙。哟，丢这个，丢这个。他不丢了吗？丢了。来，躲一下。踩吧。等等。踩了，你做啥呢？你。狮子不急撤，先不急。那跑掉了。都烧焦了的呢。平炮。小伙子，我跟你说。公马，他咋办？那回了吗？那咋办？小伙子，招是咱哥听的以后，那也得再躲一下。来，哎，对，他去哪？他上兵马了。叫个兵马。哎，行，走哪去？哎，他这个不死，他死不死？是我的炮。踩炮，踩炮。平炮。哎呦，蒙弓。蒙弓。上马踩住，再来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敢踩。完了，啥也没做上。忙活了半天，啥片子都没占上。我们是围而不攻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整个啥呀？一狙啊！为啥要一狙啊？我现在吃它，白吃它不行吗？他交狙了。什么？吃掉这个踩掉，再怎么踩狙啊？嘿嘿嘿，退回来个跟。吃掉就把那个炮给，哎呀，这样的。退炮。我都知道，我就再吃。嗯，死掉了，退炮了。我那我记起了，平局。哦呦，还有这招，吃掉吧，吃掉那不背弓啊，蒙弓蒙死了，哎呀，这次走的臭，一个都没捞上。记住，上马踩局。走了半天，我看你忙了半天，啥都没做。举腿一。哎呀，炮踩掉。对，上像这不局打死了吗？他去哪？你告诉我。这样的这样不行啊！啊，踩狙还能走这里啊？准备踩掉，踩马大狙，又咋办？那进来吃就行了嘛。狙进一，哎，马踩掉踩狙啊！对，我先踩狙着呢。嗯，这就是先手，对。踢狙不要了，倒回叫，倒回叫。马回来，马丢掉了。打给家家真好着呢。大哥叫你开炮，要出炮的叫啥？哎呀，他这个马就不要了嘛。出去吃炮。不行，小伙子没胆识。哎，这个马也给你吃。我不吃鸟子。哦，红掉。我也吃一中鞭。上弓了，算了，该吃。皮炮，咱炮皮掉。没有。哎，对，下来这个。平炮，准备下地。上吃掉了，上吃掉了。不要，吃象，不要。平局，你先把象给拱了也行呢。哦，行。要不然你看人家吃香了，你再拱一个士也行了。来，再拱一个士。哎，行，再拱一个士，将军。来，兵给你士。倒挂象。哎，行，别让人家吃掉了。不能听别人的。举腿一。来，放着。哎，没有。放着他走不掉啊。没用。哎呀，狙给他封住，别让狙出来了。甩狙的嘛，你说你想，我很。将军，哎，现在给他拴住。将军，人家把炮吃了。
进去。他吃香的很，对不对？来，不行，后风过。哦呀，你撑着也行，反正得开始行动。上校，封闭。先别急，先吃嘛。人家吃这个了，哎呀，吃马的光知道吃哪儿。将军，哎对，将军，抓着他，将军也行。那我下士，打了。来，用锯齿，用锯齿。啊，锯，行，反正打了好啊，哎。打了你在吃锯呢，吃鞭。叫啥呢？冲炮。蒙古，哎呦，蒙古看不见。哎呦。对，吃他，吃。蒙古就吓死这种蒙古，头都吹掉了。行吧，这回要打。不打，打没用。不行，啊，将军将军杀一叫，劈头就叫死了。啊，人家直接杀士了，知道吗？靠不了气。啊，再拦住。那人家这就把这个给我吃，他吃我吃不动。拿去带小心嘛，我就一直跟住他。嗯。继续乒乓。不行，就挡住。啊，就挡住。哎呦，你俩自己多厉害。再乒乓。搁炮挡。抓点。行不行？搁炮挡。行，不然。把他挡不住了，还说的还挡不住了，不然常吃犯规了。停去，你还不敢吃？哎呀，炮不要了，吃了，僵死了。炮不要了，炮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吃他，这么窝囊了。哎，现在把炮给你吃了。紧着吃炮，紧着吃炮。哎呀，别急。这波让将军你还得回来吗？有啥吃头的？等等，我想想，退，我想一想，等别急。退。退是退局啊。退个炮干嘛呀？退炮不就是命了吗？哎。退局打得多好，还是退局占面子也好，一样的效果吗？停局，哎，把那个给吃掉。哎呀，他不让我站中，把那个卒给吃掉。吃炮，哎，夹住炮了，哎。狙击一，夹住。哎呀，吃不上，哎，也就出溜的跑着呢。吃你，退，没关系，直接退回来。进炮，完了，吃，完了，吃不上，吃头一浆，那这一浆咋办？一浆就是浆嘛，成个市嘛，咋呢？来，先叫啥？上市。不吃掉，你叫啥呢？啊？讲究。卖事，上市，卖事。再加。倒挂式，上市对，倒挂式，这现在还没骑了，他还就这么舒服了。来，继续，加就，哎，拴住吃死他，你吃不死啊？平局，他就别动了嘛，他看着嘛，他别动。哎，这车好了，吃你来，哦行，咱出去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吃个冰冰，将军开始，对，将军。说的还让他走，下士，再讲，中间讲给你讲，中间讲，他又平炮了吗？有啥用啊？退局，你吃兵，将军，出去走，出来，哎呀，现在歪了，将军，这是啥棋？对局嘛，这是啥？来，再讲，啥下士？姜没用，姜咋没用啊？姜完了你还得走，不然人家姜死你。没，不管他，兵吃掉就行了。你姜给就他上士不敢上。得活下一个兵，不活他上士不敢上，他只有电炮还。将军，不活一个兵不行啊。进去了啊。再下，就盖上，吃他。嗯，局拴去了，能行吗？四九九了。来，是给你吃了，现在咋办？能。没用。再吃，看你怎么走。将军，哎，能搁上吗？啊，能放上吗？嗯。将军，完了。失掉了。走，你走。看你怎么走。你走啥呢？哎。